Hello everybody, I'm Dave the Duck. This is A Cup of Tea English.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英式英文里面的哦，让你秒变英国腔。我之前也有做过 schwa sound， 是英式英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音，也有做过秒变英国腔系列，我会把连结放在下面。如果你是喜欢英国腔和英国文化的朋友，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开始吧。这个呢是英国里面 oh 这个字的发音，它非常的独特。在美国腔里面呢，他们是不会用这个音的。所以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美式英文里面的 oh 的发音改成英式英文里面的 oh， 就会让你听起来更有英国腔的味道哦。我们就要看妙丽是怎么发出这个音的呢？Stop, stop, stop. You're going to take someone's eye out. 所以它是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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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这个 o、哦、它有点像台语的蛙的那个音 o、哦。如果真的不会讲台语，也发不出这个声音的呢？我个人觉得它音很像快要呕吐的那种感觉，然后被人家打肚子的那种感觉，它就是像 o、哦、的那种感觉，有点像那个声音这样 o、哦、的那个。欸、为什么要打自己？的那个状态，它有点像是快吐那种，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可以在家自己揣摩这个声音，但不要真的吐出来哦。接下来呢，就要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比较熟悉这个声音啦。工作 ，job， 走失了 ，lost， 或是刚刚妙丽讲的 stop， 还有 got， 在英式英文里面呢。get 它的三态是 get got got， 美式英文可能是被 get got gotten， 但英式英文里面是 got。再来还有一些常见的字啊，例如说像 not what， 还有个人非常喜欢吃的 hot pot。接下来呢，这个字就是 cost， 所以英国人念好事多的英文会念 Costco Costco。我每次讲这个字给我朋友听，他们就会讲说：“啊，你不是去英国读书，你怎么不会念 Costco？” 我是念 Costco， 我们英国腔是念 Costco。我都很想回他说，我都念 IKEA， 而且我都念 Nike。再来这个字，我曾经因为这个字跟美国朋友产生一些误会。英国腔里面神的这个字是念 God， 所以我的老天爷啊，这个。phrase 要念好听是 Oh my God， 或者是 Oh my gosh。之所以会跟美国朋友闹出笑话呢，是因为我个朋友 security guard， 我就跟他讲说，哦，我朋友是一个 security guard， 他就跟我说 God that one， I said no， I know you say guard。英式英文跟美式英文还是有一点差距，所以可能会因此而一直产生一些误解。再来呢，这三个字可能是比较难一点点的。第一个就是 toddler， 就是刚会走路的小朋友 toddler。第二个是 doctor， 医生的意思。再来最后一个，台湾小朋友很常念错的，就是 problem。那讲那么多呢，当然一定要放在句子里面练习啦。第一个练习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句子，我迷路了 ，I've got lost。再来第二个就是很多人练习这个音，都会把这个句子拿出来练习，就是 I've got a new job。接下来就要放一些比较长的句子了，例如说我想吃火锅 ，I want to eat hot pot。再来这个句子最近可能有一点点敏感，就是 I couldn't stop coughing， 我一直在咳嗽，咳不停，真的是会让人家觉得很恐慌哎。最近最后一个句子就是比较长的啦， It cost me $300 to see a doctor. It cost me $300 to see a doctor.
那练习这个音呢，除了放在句子里面练习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例如说哦哦哦 j 哦 jo 就是你要一直去持续那个音，边骑车的时候就记得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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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会不会很像星星啊？我怕旁边骑士会吓死。在美国腔呢，他们会发是啊啊啊哦啊啊啊哦哦啊啊，我就不会发这一个。好啦，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啦，希望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英国的这个音，然后练习好之后，让你们可以秒变英国腔哦。吓坏你的同学或是同事。如果你都不想要错过这类型的内容的话，英国腔、英国文化，还有一点点的英文学习小技巧的话，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